星岛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创办于1938年，是服务于全球华人中文媒体界的领先者。身为拥有16个海外版本而在全球总销量居冠的中文报章，星岛报业集团在市场处于领先地位。作为唯一在四大洲发行中文报刊的传媒集团，星岛日报得到了广大的读者支持，并在全球竞争激烈的传媒市场占有坚固地位。星岛日报的总部位于香港，并将其国际新闻中心设立于洛杉矶，以配合它在中国香港、纽约、洛杉矶、三藩市、多伦多、温哥华、卡加利、伦敦和悉尼的运营。这个无缝接轨的国际新闻网络不仅提供了有效的新闻收集，而且让最精准消息来源24小时无间断迅捷传递成为可能。星岛日报洛杉矶分社已经服务南加州华人社区超过1/4个世纪，从印刷媒体到数字媒体，星岛日报洛杉矶分社为数百万读者提供了关于当前时事、国际及当地社会发展、娱乐、体育的独家新闻内容。疫情期间，星岛日报还推出电子报及全美星岛的 APP 手机应用程序，为全球华人即刻速递国内外焦点新闻，摆脱地域空间的限制，足不出户就能了解世界热点话题。星岛日报，全球华人的新闻聚焦点。